XCAR 海外新车原创近日获悉，保时捷新款 Macan 有望于7月25日在华全球首发。据悉，新车除了前脸部分进一步调整外，还将换装 2.9T 及全新 3.0T 发动机，造型主要集中在前脸部分，分别搭载 2.9T 及全新 3.0T 发动机。从此前曝光的路试谍照来看，新车主要变化集中在前脸部分，所采用的贯穿式前进气格栅及全新样式的 LED 大灯组，看上去更为动感有神。来到车身尾部，新车两侧尾灯处有少量伪装。据外媒推测，新车或将采用保时捷最新的尾灯造型设计。内饰方面，新车继续采用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，中控布局十分规整，配有一块 12.3 英寸液晶屏幕，仪表盘加入了全新的7英寸液晶屏，科技感十足。此外，新车的娱乐系统进行了升级，娱乐功能性提升明显。动力方面，新车分别搭载 2.9T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及全新 3.0T V6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其中 2.9T 发动机预计最大功率324千瓦 440PS， 峰值扭矩550牛米。谍照来源Auto Evolution Motor 1，编辑点评：保时捷 Macan 作为豪华品牌 SUV 中的一员，出色的动力性能以及吸引人眼球的外观设计，早已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喜爱。随着新款车型的即将推出，自身竞争力也将得到进一步升级。